小月，这游戏还挺有仪式感啊。你认真一点可以吗？不要破坏这种氛围。 同学你好，现在你成功打入敌方内部，但任务十分的艰巨。你需要和另外一位潜入进来的同学合作，共同完成传输情报的工作。你们的接头暗号是，用手指轻按太阳穴，假装头疼。 之后，你们要尽快到一楼秘书室的保险箱处取出文件。刚才都没有看到他们在哪里。对啊，待会找劳丹他们请客，找一找吧。 同学，我可找到你了。我叫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你？我叫张小鱼。嗯，上面派给我的任务是占领仁泰专柜。嗯，利用其地理位置的优势，盯视敌方的一举一动。可是现在被敌人盯上了。还好我昨天得到了消息，仁泰有我们的内部同学。同学，我可算是找到你了。好好说话，什么乱七八糟。 我是 SW 的销售，今天我来是找你谈合同的，而且招商部已经通过了。你是 SW 的？对。那这样吧，你去保险柜把文件拿出来，然后上三楼把它传出去，人台专柜就是你的。真的假的？废话，当然是真的。 保险柜有密码，你不要了。87。
哪边？都是命。